大家好，我是阿星，大家霸伟，相信各位看到标题就知道今天的影片主题是什么了吧？没有错，就是最近闲来无事，在家里又手滑了，买了一些无为无为物件。好，那什么东西呢？不要不说，直接拿出来。我是 J 啦，Supreme 啊，嘿啦，又花钱买 Supreme 了。对了，最近花了很多钱买一些 Supreme 的小物，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状况下，我就买一些疗愈小物的话，会对自己的身心比较健康的发展，所以我都会选择买一些平价、比较好入手的小物，像之前买一个电子时钟。那这东西呢，就是 Supreme 跟那个德国制造的蒙大拿喷漆品牌所联名的一个喷漆组啦。好，那在打开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看到这个联名发售的时候的感想是怎样。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联名，我觉得不错，因为 Supreme 比较是属于滑板文化一些次文化的一个品牌嘛，如果今天推出喷漆是不是非常的合理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如果买下来，虽然我不会涂鸦，可在家里当摆设应该是不错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开始在 po 这个联名的照片，像这样子，好，有没有？当初那张照片，觉得我管想摸嘛，400ml对不对？400ml啊，我的100ml这样，还蛮大罐的。而且呢，它一组是六罐。然后我就问了我很多朋友在代购的朋友，他就说，这样一组的话，大概3000多块就有了。所以说，3000块除以六，一瓶才500块而已，相当的划算，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在昨天东西就寄来，一开始我这样拿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妙哦，这个大小好像跟我想的有点出入哦。我来实际比下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我的半个手掌大小而已啦。好，那这样看下来，其实才知道说，原来这一瓶才50ml而已。OK， 所以一瓶50ml的这个喷漆呢，大概是500多块左右。那其实你只要去网络上查，这个蒙大拿的喷漆品牌呢，其实一罐400ml才200块不到。OK 啦，好不好？所以把它摆出来，其实还蛮疗愈的。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催眠自己啊，六罐。那它有黑色、粉红色、红色跟这个灰色，还有黄色跟蓝色，那就把它排一排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啦，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买了这个 Supreme 的喷漆涂罐了哈，疗愈小物完嘞。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左边这边一堆东西有没有？来，一个一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告贼，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盒子的正面，就是 Cody Sanderson， 没有错，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影视品牌。好，那各位如果最近有看我的 IG 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我最近除了买 Supreme 的一些疗愈小物之外呢， Sean Fabric 也是一个我蛮常会购入的一个单品啊。那之前没有讲的，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上集，对，马上假熊这件事情，那假熊就处理掉了这样子。那 Cody Sanderson 除了推出银饰以外，也开始陆陆续续推出一些服饰啊、帽子啊，或者一些周边商品。那就在最近滑手机，太喜欢手机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有在出熊的衣服 ，Fabric 衣服有搞头，所以我就联络了相关人士，请他们寄了几件熊的衣服来给我拍个影片。他们就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哈，有点多啊，一个月打开这样，锵，这是熊的头套了，熊的头套衣服，然后下半身也有啊。那这个材质呢，其实全部都是用牛仔布材质打造的。我觉得，因为熊本身的一个形状啊，有棱有角啊，所以你要做出一件可以给它穿衣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要非常具有工艺性。所以我觉得只是在仔细研究它的缝线什么的，我觉得很厉害，是他们就是拼得起来，就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熊的头套，我觉得好厉害哦！哇，它里面的缝线啊，细节都做得蛮到位，蛮完美的，而且特别是这个下半身啊，下半身更难，你知道吗？因为你看你这个手啊，这什么样挺，而且材质呢都是选用这种比较上的那种牛仔布料来做成这样子。这个东西哈，它的拉链，给它吸上了，它是 Cody Sanderson 的饰品那整只熊呢，上面的图腾啊，都是 Cody Sanderson 非常经典、非常招牌的这个 Navajo 元素在上面哈，就是他们独有设计的一个图腾啊。然后里面呢还有附口罩给你。那除了这个非常经典的牛仔蓝色布面的熊的套装以外呢，他们还有出黑色的，我觉得黑色也蛮帅的哦，黑色很帅，但是不是，甚至比这个蓝色还更帅哦。下半身
好可爱的，这感觉可以真的可以给婴儿穿，你知道吗？然后一样，它的拉链部分呢，都会附上这个星星，然后又有箭矢图案的饰品在上面。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前几天我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联络相关人士嘛，对不对？然后讲说，哎呦，除了买给自己以外，也要二东西给你们吧。如果说我这个熊的套装来送当做礼物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官网上面的定价，这样一组啊。他们定价是1000多少钱，忘记我说1000块，那还不给你们凹包，凹个5只来送给你们，算合理吧，给过吧。然后后来呢，我就说那可不可以给我5只当做赠奖，送给朋友，送给我的粉丝这样。然后他说哥，你仔细看，售价$4。所以这样一只的熊的定价套装加起来是$30,000+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也算合理。也算合理啊，因为 Cody Sensen 本身饰品的定价都落在大概12000-20000左右，甚至还有更贵的。那他们今天上下的那个服装，熊的服装呢，都一样附一个银饰给你，都有不马虎，而且它的材质呢，又摸起来挺好的。所以，然后这个是台湾制造的，这是台湾制造的，我刚刚翻那个标签。哦，所以论工艺、论品牌定位来说，30000多块一个周边产品，对 Cody 来说是蛮合理的啦。所以听到这个价钱之后呢，我就说，那就如果有一个的话就不错了这样子。然后他们也很大方，就提供一个要来做赠奖这样子。那赠奖的资讯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另外的话，这个不是我的尺寸啊，只是觉得很酷，然后就请他们这边寄上来这样。Cody Sanderson 的这个 Commerce 客制鞋款，好，那这个是要接单定做的，不是现场就在卖的。好，那它布面呢，一样都是选用刚刚那个熊的周边来做成，然后旁边呢，一样附上跟刚刚熊一样的星星，还有箭矢图腾的拉链扣，然后是可以用做滑的这样子，就不用绑鞋带。好，我觉得蛮帅的。然后这是黑，这是蓝色版本，黑色的，就长这样子。那这个看就知道不是我尺寸啊，小小一双。OK， 那刚刚提到就是接单定制嘛，这个东西其实。接单定制的话要等大概1-2个月吧，因为它就是手工做的，那价格不菲，一双做到好大概50000多块，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一下这个客制鞋款，我觉得穿出去就真绝不凡的感觉，因为 Cody Sanderson 的鞋款，然后又是这种布料的话，好，大家如果荷包够深的朋友呢，可以去询问一下 Cody Sanderson 的一个 IG 或者是脸书平台，因为询问一下他们这个制作的流程啊，跟实际售价多少钱，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个服务好。来，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哦，这个一包大包的哦，来，是安是啥咪物件这大包嘞？哦，是啥咪物件嘞？你们有抽到吗？没有错了，刚刚既然提到熊的周边的话，既然有400%了，肯定会有1000%的。哇，这真的可以当一个小婴儿穿了，啊，年样的玩，会这样，超级大件的，好放这边。然后头套呢，也是蛮大，哦，这人都可以进去哦。蛮可爱的，里面还有一个哦，饰品，这样这样。星星跟戒指其实是 Cody Sanderson 这个品牌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而且非常的有标志性。那上面的话呢，同时拥有两个非常经典元素在上面，所以如果你喜欢 Cody 的，或者你最近在找银饰的话呢，这个选项是不错的。好，回到重点了，重点当然是这只熊的1000%的衣服，对不对？那刚刚有讲到400%的熊衣服是30000多块吧？那大只的1000%是多少钱？60000块啊！这蛮奇怪呗。这次我想说借来，既然都400%，那就借来拍给大家看，然后再旁边他们这样子。啊、俗话说得好，请好假，借来借两天。啊，请情杀，免你这阿爸。所以呢，我要让我的熊做阿爸，看他会不会生越多小熊出来。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些衣服呢，全部套到我的 Fanboy 上面。工程浩大，所以今天才会特别出来拍，不然在里面太小了，没办法。展现这个实际穿着的一个过程给大家看。你不是这样摆着，有点像命案现场吗？好，来，这一次请到这个科米小青蛙来担任 model 哈，示范着用一下这个 Cody Sanderson 的 Bad Brick 的套装，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哎、欸，这个，好，这关节声，啊，有啦哈，看看看，是真的哈。那我想请他穿蓝色的衣服好不好？其实呢，就是很简单的，帮他穿个衣服。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就是你可以，就是好像真的帮自己的小孩在穿衣服啊，这种感觉。哎，秀丽姐，我要稍微忍一下啊，就好了。没有，很轻松，很简单，他就把头好穿好了。接下来就是穿下半身的部分，下半身我觉得比较难穿一点，因为它的那个角度太多了。穿吓死我，以为他折到，因为这样长很奇怪。四只手的 fabric。如果你的熊啊是那种比较特殊材质的、啊，就会比较难穿一点，因为熊有些出的是绒毛材质嘛，那有些是可能像这只，我就想说这只等一下怎么穿大件的衣服，知道吗？因为它全身都是毛，所以应该比较难穿一点，所以尽量选那种有光滑表面的
正常的，应该说正常表面的 fabric 来穿会比较好套一点，因为它这个牛仔布啊，其实是比较没有弹性的，所以要稍微拉扯一下。哦，脚比较好穿的姿势是这样子的、啊。啊，你就是穿的过程中可以尽量的去扯这个布料没关系，因为它这个其实缝的蛮坚固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把它扯破干嘛的。当然，穿上去之后就是这样子，好，完全是不同风貌的一只熊，一只 fabric 哈，你可以把它穿紧，其实它后面还是有一些空间的哈，等一下稍微调整一下，那大概就稍微穿，简单示范一下怎么穿上去给大家看，过程中很疗愈哈，相信你如果喜欢熊的话呢，你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就这样子。大致的这个工程浩大，我觉得来哦，坐好哦哈，赶快穿衣服哦，来哦。来哦，不要动哦，来乖。哎，对对对对，会有点闷，但是没办法，你现在当 model 就是要忍受这种状况哈。来进去了 ，I got you, bro, I got you。好好，装好了，就这样子。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因为它的毛比较多，所以它后面拉链比较拉不起来了。那如果你们家里有那种比较正常的熊啊，所以其实就比较方便可以套这样子。但我就是大概示范一下。以后如果生小孩就是这样子。好，换尿布哦，哈，换尿布哦，不要紧张哦。换尿布哦。我觉得这是这只有毛的 Cookie Monster 应该不太适合装这个头套，因为它全身的毛啊什么的，就让整体 的那个大小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我换别只还快，来穿好了。好，看起来你不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起来你太胖了，太胖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拿另外一只 Fabric 来换。大功告成，终于搞定，好累哦！换完大字，不要跳，不要跳啊！尤其是手啊，裤子穿不换手最难的，所以基本上呢。一千帕熊还是建议选择这种比较光滑表面 的那种款式会比较好穿啊，不然你这样跳不起跳为什么？串结，就索性直接坐下来做结尾好了哈。那看到这位朋友，恭喜你撑过了这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呢，就是刚刚提到嘛，要做正奖，没有错，这一次要送出去的东西呢，就是我特地跟 Cody Sanderson 凹来的这个。关于400%的黑色小熊套装 ，Fabric 400%专用的套装要送给你们。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赠奖不是坐在 YouTube， 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呢，只要你搜寻我的 Instagram 的那一则贴文呢，那一则贴文就是赠奖贴文啊，照着下面步骤去做，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价值30,000块啊熊的一个头套以及它的服装这样子，很可爱，而且它的质感也非常高哈，不用花32,000块，只要参加赠奖就有机会得到。那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呢，因为这一组其实是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凹来的，因为我也非常拍谁，你知道吗？因为一个30,000多块的东西，就直接他们要这么大方送给你，所以呢，我会有一些条件设定在这个贴文里面。那第一个条件。跟大家先分享，就是你要一只熊，你要一只400%的熊，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熊，只要你有一只400%的熊，你就可以参加这一次抽奖，好吗？只要不是假的就好了 ，OK？ 要是正款，就是正的熊，真熊，不能是假熊。我应该这次抽奖会抽出3-4个候补吧，因为只要中奖的话，私讯我，我就会请你拍你的熊给我看。因为如果你没有熊，你买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啊，是不是要来转卖？你的目的性就会让我有点就可疑啊，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一下，那也是有鉴于想要让真的喜欢熊的人有一些更好的选择，所以才有这个条件。好，希望大家多担待一点，好吗？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如果喜欢这期，别忘了在分享，也别忘了底下留言你的自己的看法。好了，随着我的 IG， 来底线1179。OK， 第二次抽奖哦，下次见。